近日是 Twins 出道21周年，阿娇阿嫂先后发文祝福彼此。原来两个好姐妹已经认识超过21年了，虽然不是亲姐妹，却胜似亲人。两人如今都还是单身，也都没有孩子，在此还是祝二位早日出嫁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吧。阿娇阿嫂当年真的好清纯呀，从出道到巅峰，从经历低谷到重新出发，钟欣桐蔡卓妍始终不离不弃，在娱乐圈能维持21年的友谊确实难得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关系长情的一面。 Twins 出道21年了，其实也是不少网友的青春见证啊。目前两人参加乘风破浪刚官宣，相信能唱能跳的他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。霍汶希也在晒出多张旧照，同时发文为二人参加乘风破浪加油，重新起航，勇敢接受挑战，每天都是满满的活力，永远做你们坚强的后盾。